挂一下，怎么说学 W， 没拉掉 ，A 兵 ，A 兵，等他补刀的时候我们挂一下，再 A 一下，不漏刀的，好恶心。 我挂一下，哎，哎，包不给我咬的，直接回头吧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呦！是不是没开空调？怎么这么热？ 好断一下，他这样要亏很多兵的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前面这个急功近利了，两级学了个 W， 有点蠢蠢的。 就是这个位置，艾克，非常完美。这个兵线他妈控不住呀，他妈进塔了，一走。 我还走不了，没事，走不了，我们想想看怎么以弱胜强啊！但是我们有等级的优势，看怎么样能够把他给单杀一下。对我有没有信心，兄弟们？ 好狡猾的青钢影，你给我等着！太狡猾了。 这样显得你好蠢，我 Q 不到，没办法，被他踹晕了。对我没有信心，不能对我们家艾克没有信心哦。
什么？老是有兄弟问，打不过这个怎么办？打不过这那个怎么办？最好的办法就是叫打野啊，什么都能打过，哦。哦，舒服了，抓两波，看他还敢不敢拉扯我啊！怎么不给我来个点火？来个点火，我不就嘎了吗？这有点燃的呀，没焦啊！他没有点火，这点燃用哪去了？火呢？打击中路把男刀杀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啊！啊！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是这一把吗？完全没看到啊！就他那个炮之前，是的，所以说补刀尽量补好每一刀都很关键。又漏了一刀，尽力补啊，尽力补。给他来个 E， 啊，可惜，该死的豹，你跑得可真快呀！没点燃了，不必离婚。等个星石，我们有骸骨的，怎么说？大鳄鱼来喽！根本不慌，霸道怎么就霸道了啊？我们是配合，又能。别闪现 A 我，你没闪现对不对啊？那、no、就在这，就在这，就在这，翻过去，翻。好，好样的。没翻过去啊。
好 ，homie， 我来了。这怎么有个人没过来？我觉得金刚也可能会去下路支援，上塔他也守不住啊。一个爆破就下了，我带的爆破很好打优势的。去哪儿呢？小炮，他能抓得了我？笑话！哥哥哥哥哥哥哥，你是我哥呀？叫你哥了还抓我？说着玩的，你还真抓呀？浩哥，我错了。我觉得三级打个转移吧。情感应该三下了啊，这毕竟都十五分钟了，发育再慢也三下也做出来了。我去你的啊！该死的风雨，忍你很久了，喜欢抓啊？那你都别玩了啊！妈的，又抓我！跟他爆了，跟他爆了，跟他对爆。但是我下波没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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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下吧，下波还要抓你，他确实好抓我，主要是。他是属于辅助里面手比较长的，我有点打不到他们。比如说我一上去，他又能一大招把我推开，也是 OK 的。
has been slain.他手也好长，青钢也打不过吗，哥们？那我有点失望啊，你。开局不说对面中单菜吗？那说明他搞错了嘛，真不菜的。危险啊，哎，感觉他要到了，没有没有就好，我就放心的回了。选手破镜者二选一，居然没眼。打团考虑的话，还是血手好一点。破镜者比较吸引我的是移速啊。算了，还是正常一点吧，毕竟都这个段位，别那么破镜者。啊！什么东西？回家买探月了，应该是。小兵不来快点，我拆不掉了。下波探月做出来，他回血就很快。没做出探月，那他回什么家？直接一 R 开干吧。抓我了，快走！啊，短信人的又来了，回头打。
风女是这样的，没办法，你根本碰不到她，有力使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有力使不出来。被套枯萎了一样难受。卡莎，我的超人冲锋，秒得掉吗？好像秒了，戳，可以的。攻走，点喽！给我们的艾克点个赞！哇，真的是非常好的配合，但是我的评分怎么如此之低？居然只有 9.8。好的，凯亚今天的战绩输了2把，其他都没输啊。打一区的好处就是排队非常快，还行吧，目前是。